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志伟，今天要录第29首音乐。这第29首音乐呢，在第四行的地方有个小小的技巧，就是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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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部分。那把主题吹出来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，事实上我第二个音没有给到太多的力量，所以我要先把主题。再来，另外第二个音呢，就把它放掉就好，这样你才有机会去做渐强的渐弱。在第五行的部分，有一个巴啦啦巴啦啦啦啦啦啦，一样，你的气要像溜溜球一样能够推得出去，这是重点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低音不要用舌头点，如果用点舌头点的话，就很不容易把低音吹出来。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音乐。Yes.